鼓励，对，安尼就对哇，对啊，拢无迄种吼，迄个也做吼，迄个争议，对，没有争议，因为这位璇璇，你们每天有在网络都有看到他，嘿，真正台湾头穿甲台湾尾，对，有啦，有啥物无？不三时吼，人北二路走透透。包括吼，大家嘛出巡，白山墩嘛出巡吼，拢有看到你的影子啊。啊对。你甲看你偌红就好啊，而且搁足虔诚的呢。嘿啊，迄白山墩嘛来讲吼，吼几啊个招招拢来去吼做戏吼，白山墩嘛看。对。会讲来去做乌演的吼，但是哦，你原来有噶毋是？我有看到你的名。嘿原来有吼，好啦。做人都爱会报恩，会报答，吼，安尼吼，才有迄个吼，即个虔诚的心。对，妈祖才会甲咱保庇，才会甲咱加持。是的。敢若亲像今仔日来到万善堂六十架公、六十架妈遮，咱做戏都爱诚心，对，互咱六十架公妈会当保佑咱大家幸福美满过一生。是的。咱大家爱抱着虔诚的心。安尼，你逐天转去只会赚现金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啊，好吼，现金你上爱的啦，系啊。伊讲我若赚现金，我唔只有足侪钱，通我来去游山玩水，来去出国。对，即个定咧出国呢，无好命咧。今年还袂咧吼？今年袂使。今年袂使咧，是因为疫情的关系。对啊。系啊，疫情的关系，啊，若无即个时阵吼，应该是顶个月就伫咧外国啊。哎，对。顶个月就伫咧外国啊。对啊。本来若无疫情，按说要去倒一国？日本。日本哦，日本好啊。好。对。对啊。日本哦。诶，我讲泡温泉，嘿，哦，搁来，而且日本吼，搁会当买足济，你爱买，抹水水的，对，食健康的，对，拢总有，拢有，嘿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讲今年也无啦，今年也无咧，明年再看卖咧，明年再看卖啊咧，有啦有啦，今年先甲趁起来囤啦，袂使，哈，今年爱伫国内，就是爱出去就对，哦，就是一定爱出去哦，对，不是先甲趁起来囤，明年再甲开够本哦。无多，无多哟，无多点伫厝诶，无多哟，无多，这咱袂输海过冬而已。讲若无出去，哎，讲若无出去佚佗吼，伫咧厝会点袂调吼，会定讲啦，会哦，会呀，我迄个个性问题啦，我以前就是甲你安尼共款，对，伫咧厝拢乖袂调哦，对啊，只要若有休困哦，不管出去，不管你几点下班哦，你若无出去飞飞，甲搁转来吼，转来厝拢三更半暝啊。你若无出去飞吼，你会感觉讲你的人生是乌白。对。啊，只要你若出去行行、耍耍的，甲朋友开讲、啉一粒物件来、食一粒饭来，搁转来你嘛感觉讲你的人生是彩色的。对啊，对。好多朋友可以开讲。真的。开喝。对。对哦，真正，我以前个性跟你同款。系啊系啊。啊，现在就不一样了。系啊。没有那种体力。啊，至少拢有算过啊，拢有算过啊，对啊，至少有经验过啦。对，所以我定讲啊，人生袂使堪别啊，对无？有诶，查某囡仔讲吼，无想要嫁翁，无想要交男朋友，是，不行。对，你一定要交，一定要，一定要试看看，这样子你才有那个吼恋爱的滋味经过，对啊，你有迄个经验，对对对，对无？啊，要嫁翁无？嘿，甲嫁看卖啊咧，要离则搁离。哎呀，无见即摆拢，我的意思嘛是安尼，对啊。我这个人脚踏实地，未讲迄个白穿鞋，因为我感觉若有经历过，你感觉讲你的人生就是完美，对啊，对无？啊，你若无经历过，你敢若听来咧讲尔，哎呀，无多体会啦，感觉不出来啦，对啦，你的心的感觉吼，甲别人咧讲的感觉，你也无多联合在一起啦，对啊，嘿啊，所以讲吼，来。我伊讲，趁少年，好，该耍甲耍，好，对无？该交甲交，好，对无？嘿，该嫁我那甲嫁，好，嘿，无欢喜，该离的嘛该离，无欢喜则转来，无啦，无欢喜则转来食家己，好，安尼了解吼 ？OK 的，好，来，啊，即嘛先趁起来蹲，来，再来安排，继续安排《飞翔路》，来，《飞翔路》，共同欣赏这个歌曲，来，哇，我们帅哥颁奖，谢谢啦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帅哥。Yeah.
祝大家很幸福，祝大家金秋开花好结果，赚钱赚到尽在报，赚钱当做美快乐，让恁赚钱赚个快快快，天天都可以很快乐，谢谢。我若拄到这